时间中你来临案发现场，例如可能问点解啊？点解嘅？系咪佢细佬嚟噶？等佢自己认咯。睇住场戏点发展落去先啦，冇咁快踢爆咯。即使系一场失败嘅经历，你都要令到佢失败得有乐趣噶嘛？点解你会笠咗顶帽咯？你真系输咗嘅，咁咪祝人哋幸福咯。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。飞咗佢咯，飞咗，飞咗，飞咗佢咯，都我都知道咗。I'm definitely not going to cause a scene in public about this, but I will have a discussion once we are alone. 唔会当场拆穿佢咯，喺条街道咁样，好似泼妇咁样，好奇怪。揍他一顿吧，揍他一顿来得爽快。边个人啊？我要沉思一阵先，我应该会喺度喊啩，应该会偷偷地跟住佢哋，睇佢哋做乜嘢咯。谂起都好嬲。影低咗佢 ，WhatsApp 问佢你而家喺边啊 ？send 一相，诶，你我见到咁样喎，跟住睇下佢会有咩反应。我觉得即刻偷人，即系摊唔摊牌啊，或者要唔要嗰啲咩精神赔偿费，要翻去再从长计议，同其他朋友商量下。我谂到劈腿，唔理佢啦，自己识得坐边啦。如果唔知嘅话就拜拜。会嘅。我爱佢嘅话，我都会想尽量修补嘅。其实都唔会咯，因为佢都不忠我。咁好睇佢系咪诚恳噶嘛？应该倾向会嘅。咁如果你觉得佢系件好嘅感情 ，never 吓、啊，诚信好紧要。如果唔坦白，冇必要维持。I would definitely not forgive someone like that immediately. It would take time to rebuild trust, but it would not be the same. Not be the same。唔会。但系可能想知点系咩原因？可以同我讲你唔中意我，但系。你不可以偷食，接受不到，怎麼解釋不到的嘛，即是如果拖手的話，這些是我太過愛你，願意放心。我真的有一個貼身的體會。上個月的事，我最後是選擇了原諒，我覺得自己做錯了，如果我不原諒小三，就好像贏了一樣，然後又很不鋸。你要讓小三知道，其實他們做什麼都是破壞不到你的感情。因为一次不忠百次不用啊，心入边会有条刺咯。如果好中意嘅话，应该可以原谅嘅，但系如果再见到就唔会咯。真系噶。